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收到粉丝提问，什么空投武器最弱？对于这个问题，你会想到什么武器呢？毕竟空投武器太弱的话，很快就会被光子一出空投。下面要说的就是最弱的三把空投武器，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2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第三名 ，AMR 作为威力强大的反器材武器加入空投，武器本身没什么弱点。打载具还有加成伤害，堪称加强版的 AWM， 但是光子却只给他5发子弹，在实战中根本不够用。第二名 AUG 在最初就存在于空投当中，可是历经这么多个版本却一直没被移除，而它相较于其他空投武器属性上已经算最弱的了，不少玩家都觉得它比不上满配的 M416， 很有可能被光子移除。第一名 MK14 虽然有高达720点的秒伤，但是后坐力太大，在近战不太好用，而打远处又压不住，基本上很少有玩家会捡它，在实战中几乎是最弱的空投武器了。小伙伴们，你觉得上面哪把武器会被移出空投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！我们下期见。